是个叫正向青年。想要的都被错过，我爱上的都被抢走，哪里的人们都美好，哪一位能跟我祈祷，每个人都一说心里鸡汤里的萝卜，路人在耳里的啰嗦，集体真相不败传说，想要创造自己的蓝天，只要你才愿意花钱，花几把钱买一个慰藉，骗取自己的美梦连连，只为渴望这些清清碎碎，总被孤独粉碎，哪里的人们都美好，哪一位能跟我祈祷。 People cry, people try, people die, please do fight for the way people die, please to fight for the way out. People cry, people try, people die, please to fight for the way out. People whine, people sigh, people die, please to fight for the way out. 噼里啪噼里啦，终于心里下起我贝贝鲁啦，稀里哗稀里哗哗，大雨一秒浇下，只能随身回家，带上耳机来点正面能量，改变自己成为成功赢家，第一步。上网搜寻捷径，第二步，三分钟学会一技，第三步，相信明天会死去，第四步，冲破这第一步的指令。Yeah, people cry, people try, people die, please to fight for the way out. People want, people sigh, people die, please to fight for the way out. People cry, people try, people die, please to fight for the way out.People die, people die, please fight for the way out. 做一个十足的真相青年，永远都会想，总会有蓝天，越被越亮无天，希望相随不落泪，爱情与我心天使心面看不见。做一个十足的真相青年，拒绝身边所有负面连接，有一个最多身边，希望相随不落泪，这只为了改变，为个全人的事业，没有谁能够再见爬上天门的way。我爱上的都被抢走，哪里来那么多美好，哪一位能跟我祈祷，每个人都会说心里鸡汤里的萝卜，路人甲耳里的啰嗦，集体真相不败传说，想要冲出这的蓝天，只要你才愿意花钱，花七八千买一个慰藉，骗取自己的美梦连连，年年月月只为渴望这些清清碎碎，总被孤独粉碎，哪里来那么多美好，哪一位能跟我祈祷。 Yeah， 好的。刚刚这首歌呢叫《正向青年》，那啊，喘一下，等一下，给我三秒。好，那这首歌叫《正向青年》，那写的其实是在写说，就每个人的生命中可能多少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一些阻挡啊，或一些阻碍这样。那就希望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都可以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鸡汤，对，因为唯有改变自己的心态。才能够再调整自己的感觉去继续走下去。 Yes，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正向的能量。 OK， 那我叫陈央，如果喜欢今天的音乐的话呢，欢迎到上 QQ 音乐或者各大音乐平台去听我更多的音乐，还有刚刚大家每一个在表演的人都欢迎大家一定要上去听大家的音乐，就是给我们音乐人最大的支持，就是听我们每个人的音乐。 OK， 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话，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我的一些生活的小东西，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听到更多你们分享你们自己的事情或你们的故事给我听，就欢迎大家到我的微博 follow 陈央 YM， 那记得一定要打 YM， 因为如果你只打陈央可能会找到别人。 OK， 好的，那让我们欢迎我个人心目中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 rapper，
他是一个 old school rapper。Oh my god， 会是谁 ？Oh my god， 是谁？会是谁？该不会是脏脏吧？不会，不可能是脏脏吧？我们两个现在在录那种，有点像在录那种小型节目。真的，让我们欢迎脏。